终于到澳门了，现在在酒店里面。这次订的酒店叫康莱德，我跟四季大概也就是隔了一个马路的距离，所以我觉得它的 location 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准备稍微收拾一下，然后出去吃宵夜。Let's go。在澳门偶遇了一对夫妻，谢谢他们收留我。采访一下 CJ， 你最喜欢现在哪道菜？这个鱼品，好，鱼品了。那这个看上去很棒。哦，酸菜也好好吃。你这次有什么购物计划？去买喽。哎呀，不要说这些了啦。我现在刚化完妆，然后本来想要拍一个那种 Get Ready With Me in Macau 这种视频，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拍摄角度以及拍摄光线，所以就此作罢。今天应该会有更多的好吃的和好逛的跟大家分享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后一倒影出发，你在干嘛？刚跟我的 new family say a bye bye。 现在跟我的 new family 来了这个赛车博物馆。耶、yeah. I'm race ready。偶遇了车神 CJ， 雷神很专注，你看他这个手的直角。现在我们到了著名打卡景点大三巴，杨少杰跟他们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叫大三巴。因为这个是 The Great Ruin 的山峰，原来是山峰中后来了吗？New family 在拍照。又来吃饭了，这个肉很好吃，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咬下去有那个肥肥的，肥瘦相间，对。Day 2 and day 3 现在我们要去摄入一点咖啡因，然后再跟 CJ 会合，又是大吃大喝的一天。 Our daddy and mommy is ordering for us。家人们现在到了关野街了。家人们到底是谁啊？家人们不是刚刚跟你吃饭的那一些。对啊对啊，现在跟他们告别了，所以要 update 一下。哇 so cute。看我们 Oki 今天还没有记录过，系列帮我们拍一下。我手里面有咖啡。今天撞衫了，撞的是下面的皮琴姐妹。包在哪？哦，包也是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排挤我。大家就是不要在吃得很饱的时候来关野街，因为整个就是谁喊话在跟一些不知道谁会看的人
这个地方叫加摩须，席加就是贝，然后这个是摩是 CJ。Mother, we lost you. 席加买到了他的 dream bag， 给我们讲你此刻的心情。你又买了什么、啊、CJ？ 我没有买啊，这个是我帮席加洗的。哦，席加买了两个东西。对啊，对啊。结果明天就会看到 CJ 穿新衣服了。来到了恋爱相声。恋爱少女来了呀 ！Travel 到了这个澳门半岛，今天的早午饭地点。我们最爱来了这个花生酱猪排包，哇塞！很棒，嗯，好嫩啊！满足的可以了。Thank you.